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爱帮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你两必你们前天跟上帝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三勇气施施我自托付任的奥秘，进入我以前略略下过的，使你们忍了就能晓得我亲自基督的奥秘。第五，这奥秘趁以前的时代没有教人知道，像如今这座圣灵启示他的信徒和先知一样。六，这奥秘就是爱帮人在基督耶稣里这座福音得以同为消失，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七，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靠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太能赐给我的。八，我本来被众信徒中最小的凡小，然而他凡事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赤条不条的也丰富传给我帮人，叫要是众人都明白，这列他以来本藏在从始万物至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没有这座教会是天上接近的庄严的先差的至上帝百般的慈悲，这是照上帝从万事以前差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听的旨意。十二，我们认识耶稣，就差他里面帮淡无知独身不义的来到上帝面前。三，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淡，这人是你们的荣耀。十四，因此我在父面前求切，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十六，求他安坐他奉献荣耀，接受他的灵教你们心里力量刚硬坚强起来。十七，是基督以你们的心出差你们心里，教你们的爱心要更要记。十八，能以和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十九，并知道这爱是高于人所能赤兔的，偏教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二十，上帝能将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太烈重重足足的神超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二十一，因他在教会中偏差耶稣基督里的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